今天是农历初一，我非常高兴能够来到龙山寺参拜祈福。首先要叩谢神恩，感谢龙山寺观音佛祖保佑台湾国泰民安、风调雨顺，地方四时无灾、八节有庆。同时呢，也保佑清德在这一场选举当中能够平安顺利成功。更要感谢广大的台湾父老乡亲，特别是我们在场所有好朋友鼎力支持，让我有机会高票当选中华民国台湾第十六任的总统。也感谢大家支持吴佩益，让他能够顺利高票进入立法院。未来我们会团结合作，同时呢，也跟请求我们龙山寺的协助，还有我们跟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团结，能够朝向刚刚黄董事长勉励的，让我们国家能够更强盛，让我们的人民能够更富有，那同时呢，也能够照顾关心弱势的朋友，让我们的社会能够更好、更安定、更和谐。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、万事如意、龙年行大运、新年快乐。